来哦来哦，滚了，它滚了它滚了，哦哦，烫香。Hello YouTube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Cody。 大家有没有试过在家里很懒惰出门，但却又很想吃火锅呢？又或者是和朋友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半夜肚子饿想吃火锅呢？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懒惰但却又很爱吃火锅的人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开箱懒人火锅，四川麻辣火锅，它号称是不插电、不用火，一杯冷水吃火锅。别和我比懒，因为我懒得和你比。哦，它有哈拉 logo 了，它是清真的。这边有写，这一包的懒人火锅可以给一到两个人食用，就是讲这样子一盒的分量，就是如果你是很大吃的那种，一个人你可以吃得完；但是如果你不是很大吃的那种，像我这样，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 share。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，我跟彤彤之前就已经有拍过这个四川麻辣火锅，但是之前跟彤彤拍的那个是鲜肉版的，它上面的包装粘纸是白色的，我现在这个是黑色的，黑色的好像是什么蔬菜版啊。包装上面的这张卡片后面有教你们怎样使用，我们再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对，这个就是蔬菜版的麻辣火锅，看到吗？这边有蔬菜包，然后对它一样有菜鸟卤蛋，然后它有给你一个叉一包，这个是芝麻调和油，来了它的川粉，川粉包，然后这个是哦，它有香肠哎，牛肉风味香肠。还有一条香肠哎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牛油底料包哦，这个就是它的，这个就是它的料了。基本上它里面已经空了，然后 yeah， 重头戏来了，它里面会有一个类似暖暖包这样的东西，我其实不是很确定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它真的很像暖暖包。它这边写着食品专用发热包，请勿食用。我们马上开来吃吃看。彤彤之前有叫我吃过，但是上次我没有吃，这次我们就来试试看。这怎么吃啊 ？OK， 不要开玩笑了。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些料一步一步的放进这个火锅。首先，牛油底料包，哇，很香，很香，超香了。你可以下去吗？下去好吗？哎，我忘记了把这个盒子盖上来。死人，下去吧，亲爱的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不能进厨房就算了，我连一个麻辣火锅懒人包都做不好吗？怎么可以啊？我就是因为不会进厨房，所以才需要买这种懒人火锅啊。哇，真的很香哎，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是很香。我们现在就来倒半杯的水。OK， 基本上一杯水就等于差不多到一半。那么一杯水是差不多到一半。然后接下来，我们先打开川粉包，川粉包放进去。接下来到蔬菜包，哇，这个也好香哎，好香啊，好香哦。放入蔬菜包，哦，菜鸟卤蛋。还有我们的牛肉风味香肠。Oh no， 这是要怎么开呢？这怎么开啊？这味道闻起来有点奇怪。我们的牛肉香肠来了。哦，不要介意我用手。将发热包平整放入下沉盒子，加冷水，准备多一杯冷水。我们现在就需要把这一盘的材料全部拿起来。把这个发热暖暖包放进去，就像这样平躺在里面，然后加水哦，加水之后就要迅速的将上层盒子盖上。我有点紧张哎，怎么办 ？OK， 然后我们再迅速的盖起来。没有动静哎，哦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滚了，他滚了他滚了，哦。听到声音吗？它已经滚了，所以在它等的过程，我们需要等15分钟。15分钟后加入这个香油，然后再搅拌均匀，我们就可以吃了。我真的没有听过什么案例。哇，它下面是烫的嘞，真的是烫的嘞，它下面现在很烫哦，哇，很烫，真的很烫。这个东西在家里煮的时候还是要小心，它即使是懒人火锅都好，它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。你不小心碰到的话，真的我怕你们会烫伤，所以在家里使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，不要碰到底部，真的很烫。我把你当兄弟，你买我保养品。Mr. Story 先，谁还没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呢？就快点去 follow 我咯。 Cody Hong Chi Yong， Yes， Cody Hong Chi Yong， Follow me on my Instagram。 那个蒸汽它会有
淹上来了，看到淹吗？应该是可以吃了，我们现在先来打开看看。哦，烫，香，很香。肚子饿，肚子饿，肚子饿，真的很香，真的很香。来让大家看一下。超香的感觉呢，好像很好吃呢，超香的哟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把最后一个步骤香油倒入，有剪刀干嘛不用剪刀呢？倒下去，搅拌均匀。因为这个是蔬菜版，所以它好像没有牛肉哎，这个牛肉香肠啦，但是它没有牛肉啦，它没有好像我之前跟彤彤吃的那个牛肉版本的，它里面是真的有牛肉，应该可以吃了吧。我们先来 try 一口它的莲藕好吗？很烧哎。哦，哇，有点辣，但是好吃。它的麻辣真的很到位，真的。我去中国的时候，我有去吃那种麻辣火锅，它的麻辣就真的跟中国的麻辣火锅很像。再来，我们 try 一下它的川粉。哇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不懂是不是因为我在肚子很饿，所以我觉得它好吃。不过我现在真的觉得它好吃，感觉上还比之前那个鲜肉版好吃哎。哇，很爽。我们再来 try 它的木耳。我啃到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来多一片，大家记得不要用细的，不然会啃到，会辣到，会呛到。哇，我也是的呢。再来就到这个菜鸟卤蛋。我是一个很爱蛋的人，我超级爱吃鸡蛋的。每一次去吃火锅的时候，我一定会额外的再叫多这些蛋。但是它这整盒火锅里面，它这个蛋只有3粒。哇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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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香，哎，哇，好吃，好吃，可是少啊。爽，真的超爽。这是什么？我不确定这个是什么，试试看这是什么。这是什么了啊？反正就一种蔬菜，但是我吃不出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。可是好吃，很好吃。这个是菇吗？它也有蘑菇。啊，川粉超棒的。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什么，是蘑菇吧，好吃。我们来 try 重头戏，牛肉香肠，来。真的是好吃的，它很香啊！废话啊，不然怎么叫香肠？可是它真的很香。我本来以为这个东西咬下去，它的口感应该会比较奇怪一点，因为毕竟它是这种包装型的火锅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比我在外面吃的火锅料理的香肠还要好吃，而且这个麻辣火锅的味，我觉得喜欢吃麻辣火锅的人一定会很喜欢，尤其是喜欢辣的朋友一定会超喜欢，因为它的麻辣火锅超够味，超级够味，它的麻辣是真的麻辣，你看我的嘴唇，靠的嘴唇都已经红了，真是麻辣，真的很爽。如果你们出去旅行的时候，尤其是那种冬天国家，你跟你朋友两个人半夜躲在酒店房间里面，两个人一起吃这个热热又辣辣的麻辣火锅，那种感觉光是想想都觉得幸福服呢。蘑菇也很好吃，这个分量其实有讲是可以给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吃的，但是今天我要一个人把这整碗东西给吃完，有点辣。果汁，哇，超爽啊！最爱木耳了，啊，木耳好吃。还有多一粒菜鸟卤蛋，好喝，好辣好烫，不过爽，好吃。香肠要快点吃掉，香肠如果你放在火锅里面太久的话，它会烂掉，对，烂掉，所以尽可能在它烂之前就赶快把它吃掉。
我来做一个总结，我个人觉得这个火锅是真的很方便，它是好吃的，真的，如果你是超级爱吃辣的话，你会很喜欢。但是价钱方面，我就觉得性价比其实还好，我买这个一盒马币要29块，所以其实跟你在外面吃火锅的价钱是蛮接近的。好，影片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在影片下方点个赞并且分享。想要认识我的话，也可以在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上面关注我。那些已经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的，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每一次的更新你们才不会错过。那些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的，也不要忘记点击下面或者这里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么扣子们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悄悄。